你织布，你认不认识有人就是能做那个 iPhone 手机 app 的那方面的人？不是，他叫就是手机上面是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我们都叫 app，就是 iPhone 上，就是上手机上用的那种 iPhone 点的那种 app。对，你有兴趣做吗？